安，欢迎回到子睿学，我是 Cassandra 老师。你们知道吗？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有着劝勉、鼓励、教导，还有勉励我们。所以老师特别喜欢圣经里面的其中一篇，就是诗篇23篇，是说到耶和华是我们的好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所以今天在老师还没有带领你们唱这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就是我们的好牧者，感谢你看顾着我们，带领着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所需的一切你都供应给我们。耶稣，求主你祝福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能够继续领受你更多的恩典和祝福，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名祷告，大家说阿们。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躺卧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这一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窄。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嘿嘿哟，嘿嘿哟，祝你与我同在。你的掌和你的肝，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你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你是我这一生最深爱的主，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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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这一生永远的依靠。你是奇妙之王，彰显奇妙的作为，你伸出你手，因你掌管一切。虽然世上人们忙碌，东奔西跑，来来去去，唯有你，唯有你，时时与我同行。你是我这一生最深爱的主，我要爱你，爱你，永远爱你。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欠你那奇妙恩典，为了爱我，爱我永不改变。奇妙恩典，奇妙作为，唯有你，唯有你掌管一切。奇妙君王，奇妙作为，唯有你，唯有你时时同在。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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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这一生最深爱的主。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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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这一生永远的依靠。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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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这一生最深爱的主。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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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这一生永远的依靠。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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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这一生最深爱的主。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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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这一生永远的依靠。欢迎你们参加今天的主日学，我是 Alicia 校长，非常高兴看到你们，你们是神的宝贝，神爱你们哦。然后除此之外，我们每一次主日学都有学习圣经的故事，透过圣经的故事，我们学做好孩子。除此之外，我们在主日学有做手工，对吗？这个手工呢，是要帮助我们更加容易记得圣经的故事。所以呢，今天校长有东西给你们看看。对了，这个就是上个星期我们在 Zoom 里面一起做的手工，是不是很漂亮啊？对了，这些手工呢，就是要帮助我们更加的容易记得圣经的故事。除此之外，校长也知道你在家里面可能是有做手工的，是你忘记了拍照，或者是你还没有拍照，所以呢，校长要鼓励你。你可以叫爸爸妈妈帮你拍个照，你的那个手工，然后可以send给 Christine 老师或者send给校长都可以。我们每一个老师都有看你们的手工的哦。我们从去年就开始有看看你们的手工了，所以老师和校长都非常期待收到你们的照片。这时候校长要为你们做祷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保护这里每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家人，让他们出入平安，有神的保护。神，你要祝福他们，让他们在学业各方面都能够健康的成长和好好的学习。感谢主耶稣帮助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拜拜。小朋友们，李芳老师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家里有没有定一些家规是要你们去遵守的？比如说，吃饭前不可以吃零食，睡觉前不可以吃巧克力，不可以在沙发上跳，这一些规矩都是为了你们健康的成长，更有规律的成长而定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守它。原来上帝也有一些规矩是要我们遵守的，那就是十诫。在还没有进入今天的学习之前，我们先复习上个星期所学习的圣经故事，
上个星期我们学习到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后来上帝为了让以色列人更好地跟随他，就给了他们一块很特别的石板，里面有十条超棒的规则，那就是十诫。让我们来看看十诫写了什么。上帝开道路，上帝在旷野带领他的百姓，供应他们食物和水。当他们在西奈山下宿营时，上帝吩咐摩西到山顶见他。西奈山被火和烟雾笼罩，上帝在火中降临山顶，摩西上山顶去见上帝。上帝把刻着十诫的两块石板给了摩西，这十诫是：不可拜别的神，不可造偶像，要尊敬上帝的名，要遵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要忠于你的丈夫或妻子，不可偷盗，不可撒谎，不可嫉妒别人和他们所拥有的东西。现在上帝的百姓有了十诫，就知道如何遵守上帝的命令了。十诫里的第一条诫命是把神放在第一位， God first。 小朋友，你们举起一根手指跟着老师一起念，把神放在第一位， God first。 第二条诫命是不可造偶像， No idol。 来，你们也举起两根食指，把它变成一个打叉的手势，跟着老师一起念，不可造偶像， No idol。 小朋友，你们都做得很好。这两条诫命都是叫我们要爱我们的神， Love God。 怎样才算是爱神呢？小朋友，你爱上逐日学吗？哦，对了，我爱上逐日学，我爱观看逐日学视频，我准时上逐日学诵，我学做个好孩子，好像圣经故事里以色列人听神的话那样，这些都是爱神的表现。小朋友，现在让我们再复习一次十诫里的两条诫命。第一条诫命是把神放在第一位， God first。 第二条诫命是不可造偶像， No idol。 小朋友都记住了吗？小朋友，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背今天的经句，记载在生命记六章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们再念一次，生命记六章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小朋友，让我们来学习今天要带回家的要点。当老师说上帝的规则超棒的，你们跟着说要遵守他们。来，我们再学习一次。当老师说上帝的规则超棒的，你们跟着说要遵守他们。对了，你们都做得很棒。小朋友，让我们一起闭眼睛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赐给我们那么棒的十诫。主耶稣，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让我们来做一个爱神的好孩子。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拜拜。Hello 孩子们，我是诗琳老师，又到了我们手工的时间。
刚才我们听到的故事是叫我们要爱神，所以我们今天做了手工是这个爱心，让我们一起来做手工吧。首先你要准备好手工材料，那就是已剪好的 print out， 还有颜色笔，红色跟黑色，还有一个浆糊。孩子们，现在我们需要这四条长方形的纸，我们需要把纸上下折叠。你看哦，我们上折，然后往下折，重复，往上折，然后往下折，就这样子一直重复。你们把纸上下折叠后，看到吗？有两条是短的，两条是长的。现在拿出你们所有的爱心，总共有四个小爱心跟一个大爱心哦。将你们的大爱心倒转，有经文的朝下，因为我们要涂上颜色啦。现在就让我们拿出红色的颜色笔，把大爱心涂上颜色。大爱心涂完颜色之后，就到我们的小爱心啦，我们也把我们的小爱心涂上红色。我们把全部的爱心涂上红色后，现在就让我们用黑色的颜色笔把大爱心画上眼睛和嘴巴。现在你需要拿出刚才所折的四张纸，大心还有一个浆糊，把大心转另外一面，有经文的朝上。我们拿起短的纸，然后涂上浆糊，把它当成手粘在爱心上。另一条短的纸也是涂上浆糊，粘上爱心。过后剩下的两条就是脚啦，把它涂上浆糊，也是粘在爱心上。粘完手脚之后，我们把爱心转回另外一边。我们到了最后一个步骤啦，现在让我们拿出刚才小爱心，把小爱心各自粘在手脚上。小心粘上过后，我们的手工就完成啦。孩子们，你们要记得，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哦。鼓励你把已完成的手工作品献给 Debbie 老师，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又是玩游戏的时间，我是 Joy 老师。今天的游戏呢，需要两个人来比赛，你们只需要准备一个 A4 纸，然后一本簿子 ，OK。然后现在你们要设定一个 starting 的 point，
然后最后是那个 destination point ending 的 point， 所以我们会从这里去到那里。我们需要邀请特别来宾邓比老师还有唐毅老师来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哦。这游戏是怎样的呢？我们把书夹在两个逆的中间，然后当我讲 start 的时候，他们就要比看谁快到终点就赢啦。 OK， 我们现在 Are you ready? One, two, go! 哦，邓比老师赢了！哇，唐毅老师输掉了，就输了。刚才第一 round 邓比老师赢了，所以现在我们玩 round two。Ready？ 一二三 ，Go！ 加油，加油，加油！哇，邓比老师又先到，所以邓比老师赢了这一场。如果你们要玩更难的，我们有接力赛。怎么样的接力呢？我们请 Vincent 老师还有 Christine 老师一起来跟我们一起玩哦。现在我们是从那边把书 pass 给这里，然后再 pass 回去 ending 那边就赢了。所以 Are you ready? One, two, go!所以这一场 Vincent 老师赢了。刚才老师忘记讲一个 rules 哦，当你趴的时候不可以用手。刚才 Vincent 老师用手了，哎呦！我们再来一 round， 如果你们要更容易的，我们可以用纸张哦。OK， Debbie 老师和 OK 唐毅老师 ，OK 用纸张哦，不可以用手拿来借哦。要用你的逆来接 ，OK， ready， one， two， go，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耶，李志老师赢了。所以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子玩的，希望你们能够 enjoy 玩。我们下个星期见，拜拜。